大家好啊，我是利嘉国地产千色汇分行的 Yandy， 今日为大家介绍我身后邻近西铁站而又低密度的大型屋苑。屋苑占地30万平方尺，有14座，提供1618个单位。今日介绍的单位实用面积460尺，向东南高层。单位实用面积460尺，间隔分明，两边厅设计，摆咗家私都唔会觉得好逼仄。客厅向南，望到屋苑内泳池。厨房非常实用，配有两边工作台。客房间隔阔落，可摆到4尺床同埋衣柜。入到主人房都非常之光猛，方向就向东嘅，同样可以望到屋苑内泳池。屋苑花园园林占地20万平方尺，鸟语花香。顺带一提的，这个屋苑拿过环保学设计大奖。停车场采用半开放式设计，既有采光功能又可以环保。会所设施提供室内、室外泳池、桑拿室、儿童游乐场、室内羽毛球场、健身室等。由屋苑步行到元朗西铁站只需要8分钟。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今天介绍这个单位有没有兴趣呢？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向我查询。我是利嘉国地产千色汇分行的 Yandy。